噔噔锵，咚咚隆咚锵，咚锵咚锵咚咚锵，咚咚隆咚锵。记录一下赵继军拍摄的一天。噔噔噔噔，这个是今天的主角。赵继军什么表情？快看赵继军戴眼镜，哇塞，哇好帅！快看他戴眼镜，哇好帅。你别这照着我都不会戴了。好的，本来想给赵继军刮胡子来着。不等你刮，我脸都没了。你要刮一下吗？刮一下，拿那个刮一下。这个吗？对，可以啊。这样，嗯，这刮，嗯，刮了吗？痛啊！真的，真的疼。为什么呀？不会刮，是慢就会痛吧？对你刮的不就是没摁到那个位置上？哎，你刮的顺序不方向对？采访一下，紧张吗？紧张啥呀？没拍过呀？你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呢？紧张吗？我紧张什么？你先告诉我，紧张啥呀？你手那么凉啊？你是不是冷啊？还行啊，不冷啊。我说你冷啊？是，帮我弄一下，帮我挤一下这个吧。看着还高一点。紧张啥呀？嗯，香。赵老师，我跟你说，黄晓飞这个人真的太不靠谱了，真的太不靠谱了，我一定要控诉他，指责他。说好一起来吃饭，到现在这个点都没有来。现在晚上几点了？快十点了。现在已经晚上快十点钟了，他都没有来，真的是丧心病狂的一个人。说的是八点。说的是八点到，没错。来，黄晓飞是不是很不靠谱？不是。赵继军，你搁上面站着干啥呢？下来吃饭。你品。别动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美食表演艺术家，赶紧吃，求你了，我还等着吃呢。赵老师今天怎么不涮水了呀？赵老师，因为不油啊，这些都不油，这都是杨凯文要吃的。你干啥呢，赵启军？好好吃饭行不行啊？你怎么啦？今天踢球踢的？这有美颜功能吗？当然没有了，这都是纯素的，就是一点都没有。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。看，这像什么？你是有共鸣？真的吗？我可能已经抓住了唱歌的秘诀。看，说五个瓶子的武亭桥，我觉得很厉害一点，就是他
每一处都不一样，真的。对啊，就是每一处都有不一样的景色，这就是苏州园林或者说江南园林的一大特点。我觉得这个好神。你怎么这么无辜啊？你是不是想挣脱凯文阿姨的怀抱？卡住了！哇，太好看了，融化了。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预备起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噔噔噔噔，炸鸡精说要煮面吃，要煮一个营养的面。这个油菜一定要把根儿给摘出去，因为里边可能会有泥什么的。这个很大的有活儿的，这个西红柿是要放到面里的。先把这个西红柿放到这个水里去煮一下，让它软烂起来。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还是两个要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要一起做一点什么事情，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点一个外卖，或者说出去在餐馆吃饭，就是少了很多那种温馨的感觉。哪怕你们最后做的饭是又要用到方便面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会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负责吃，对吗？那肯定是可以的呀。把虾放进去了，因为虾会熟得慢一点。我们虾的面是可以同步放的。搁一个鸡蛋在这里，肥牛卷。不喜欢吃蔬菜，那你就吃肉就行了。我吃蔬菜，你吃肉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